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感谢收看本频道。周深加入百度朝圣殿，虽然没有官方公布，但是官方已经发布了一张图片，很容易看到可爱的光线和雨云。在我看到坤的那一刻，一个歌手的名字脱颖而出，那就是周深。周深的代表作是《大鱼》，说起大鱼就会想到周深，更重要的是《大鱼》是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电影中大鱼的形象是坤，所以很容易把坤的形象和周深捆绑在一起，看到坤就会想到周深。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百度朝圣殿是百度和浙江卫视联合推出的盛典，将邀请大批明星打造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舞台秀。在这样的盛典上，想到的明星首先是歌手，而周深应该是与坤形容联系最大的歌手。而且以周深目前的实力和流量，他参与百度朝盛典也是正常的，也值得官方在很多话里突出坤的形象，因此可以确认周深加入了百度朝圣殿。周深五月初参加了中国品牌日晚会，5月22日将再次参加百度朝圣殿。此外，周深还将参加25日的南山流行音乐节，与音乐人谭盾共同演唱三部 OST 的电影。1月份少了两个晚会和一个音乐节，让一些担忧落地。这在周深参加的常驻综艺节目《创四》之后，许多粉丝担心他们不能经常看到周深，因为很多消息表明周深可能不再是《青春环游记3》的常驻嘉宾，而周深也已经定下了今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旗帜，所以会非常热闹。所以很多粉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周深现在太热了，当一个有实力的歌手再有流量的时候，他就不想参加活动，很可能做不到。毕竟周深作为一名歌手，能够如火如荼的演唱，无论是录制还是直播，无论是商业演出还是非商业演出，都能凭借自己精彩的表演获得极大的关注和带来极大的热度。而且这些热度和关注度都是正面的，会让人更加关注歌手的实力，不会出现假唱的情况，很难说。所以周深很受欢迎，周深的晚会和综艺应该不会少。在众多选择的情况下，周深可以选择那些不影响专辑录制的资源，比如各种晚会、综艺节目的飞行嘉宾、一些线下活动等等。因此尽管周深忙于录制专辑，但仍有许多机会在屏幕前看到周深，粉丝们不用担心不能经常见到周深。最后期待百度朝圣殿的播出。进到7月至今，周深的发歌速度再度令人惊讶，从9号到23号，短短的大半个月就公布了4首歌曲，在其中有3首 OST 歌曲和1首商业服务歌曲。如果是过路人，见到这类发歌速度应当会很诧异，终究一部电视剧或者是影片就那么几首，能歌唱的人却比比皆是。可是如果是周深的粉丝，也许早已经习惯这类发歌速度，毕竟周八哥的头衔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要了解，这一月仅仅是小场面罢了，也许周深的粉丝抵御得了他发歌的意外惊喜，可是呢，没有想起周深有一天会获得影视制作班底的钟爱，很有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容易想起周深会第二次和白蛇剧组协作，而且引来电影导演、音乐总监和 OST 制作营销奔跑怪物公司创办人兼 CEO 的连续夸赞，也是有可能是大伙都是老熟人了，因此才会在公众场合夸赞周深。还要了解，越发熟悉的人夸赞越发最真心。国漫电影《白蛇2》青蛇崛起，电影导演黄家康的夸赞，音乐总监郭好维的夸赞， OST 制作营销奔跑怪物公司创办人兼 CEO， 能够将这些人的夸赞归纳为3个层面。一是周深的音质特别适合演唱 OST， 整体实力尤其强，周深的音质有那么多合适 OST 歌曲，能够使用张艺谋对他的点评，我第一次听觉得太棒了，恰好后边进行很好的退场感，让观众们沉浸在这一角色中。我很喜欢歌唱中表述的内力，好像是柔情似水的缠绵悱恻的感觉。周深的音质拥有一种艺术美，能够直通大家的内心，更强的协助观众们感受在其中的感情，有的情况下只需轻轻的吟诵也是能够的。二是对歌曲的执念，对工作中精雕细琢的心态，周深工作中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观众都很
可能不容易获知，可能合作方一直深有感触的一个让音乐总监都觉得害怕的歌星，到底是啥在支撑着他？黄家康电影导演最终的一句话，他不仅帮大家完成了一首歌曲，他是在写作，他对歌曲也是有执念，告知了观众们答案。周深尽管唱的是小青的执念，但主要表现出去的何尝不是自身对歌曲的执念。为了更好地进行好一部著作，他能够承受挨饿，放弃睡觉时间。三是本身的关注度与流量。有人说 OST 歌星的岗位职责便是唱经典歌曲，影视作品的宣传与其说不相干。今日呢，这一疑惑由 OST 制作营销专业人员为大家答疑解惑。周深内置的粉丝传播力也让其变成不二候选人，从而能够获知专业人员在挑选歌星时是会考虑到他们的身上的关注度与流量的。他们挑选了周深，也就代表着周深本身的关注度与流量获得了认同。周深自红起来，因逗逼搞笑幽默上过数次热搜榜，而2021年的他却不断由于制作走上热搜榜，因而会出现大量的人见到或者是听见，对影视作品具有极好的宣传作用。那样的周深怎么能不受到影视制作班底的钟爱呢？也许许多粉丝便是由于这一缘故喜爱上他的吧。